开始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练习生 DC 二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练习生。好，我们是练习生 DC 二幺。一块儿去练，我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练习生 DC 二幺。哥他们全会给你贴最好的。那个，放心吧，这个还是我。都是你，我肯定给你贴最好的。这个是不是？行。你们还喜欢哪个？还喜欢哪个？最上好。我还喜欢这个。对，都给你，没问题。我喜欢这个。好，就歌手、rap、舞蹈，商业领导、主角什么都是你。放心吧，行，来吧。哥哥肯定会给你贴最好的，最好的。来，这个，小弟是最心机的一个。你两个，一个好的，一个坏的啊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告诉我这个是谁？我小弟，其实这个有点违心。我小弟去过很多地方，比如说山东日照、山东菏泽、山东青岛。菏泽去过吗？没去过。每个地方的郊区，每个地方的郊区，我弟弟都去过。我弟弟对山东的郊区，周围我弟弟都走过。北京市朝阳区、西城区、海淀区，哪个我弟弟不去？宣化，这个点在哪儿呢？就是我，就是小弟啊，他不想让人知道他没有去过地方，所以一旦你聊到他去过的地方，他就会特意问你。这个事儿能说吗？这事儿不能说，不能说，不能说。好吧，给我小弟留面子。这个人有多没见识呢？就是我们上次就说那个韩国泡菜那个是什么呢？是我带小弟去吃饭，吃韩餐。这个辣白菜不好吃，没有韩国泡菜好吃。我说，这不就是韩国泡菜吗？就是我觉得小弟是在我们团队最符合这个的啊，这嗯。就可以算我小弟的一个最厉害的标签吧，啊，是什么？好的，最帅。我要发电。那你去吧。你去睡觉去，大哥。大哥做了。大哥，大哥替你做了，你睡觉，大哥。好，失去，失去。这是谁家的孩子？这是谁家的？告诉我他是不是贴了这个？没有，这个。那个、好吗？答应我，你是最讨人喜欢的，好吗？这不是我，这个也肯定不是我。除了糖，这个肯定不是我。除了糖，对，除了对糖小心，其他的全都不小心。这是吃，已经吃完了，还剩了点，明天又该囤货了。肯定是你杨哥偷的，舞蹈你说哪？啊，没错就是这个啊！你要不要点脸？快点舞蹈！真讨厌！咋了？做事敢当？就是我，就是我，咋了？就是我，咋了？
你这个爱学习是我贴的。对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小弟经常和我在一起嘛，那大家都知道我是这个团队里最不最有学识的一个，可能不就是什么都是最好的一个，所以他最爱研究生。研究生你回来，研究生他最爱学习这个研究生来，我怎么念一个，这是作业，下周我默写。你的休息就是背单词，听见了吗？我现在退赛。谢。刚做完题了，就要马上跑过来背单词。走。你伤心。这个时候我会骂自己，对，我会骂自己，就是太矫情，那就待会儿再火，给我买糖吃。谢谢。这个。